8月8日，43岁的米拉·乔沃维奇分享了自己的孕肚照，表示已经怀孕13周了。她也提到了自己年龄不小，加上之前流产，再次怀孕带来惊喜的同时还有高风险，所以她这几个月一直在不断检查确认宝宝的状况。现在看来是值得庆祝的，而且这将是她第三个孩子，依然是女儿。据悉，米拉和艾夫·保罗·安德森于2009年结婚，两人已经有两个女儿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